这个就是先刮这里，然后再上去对。是对中一个。对啊，你要先开墙这里。先刮出来之后再去对，看看上面的。对上去哦，这样是有吗？这个十跟零一耶，那中中五百耶，怎么厉害？那先把每一个数字找上去，然后三六二三有吗？二三有，那三六呢？三六有，我到底中多少了？一千耶，我太开心了，然后我赚钱了，二八二七四一，有吗？有吗？我看一下。二七有，二七，那你就刮，再来再来，二八四一，有四一吗？没有，十六三五四四，十六三五，十六有，四四有，两个是吗？真的假的啦？这个这么好中，四十二二，怎样？四十二二零二四五，有吗？四十有，四十，那再一个啊，快点，二二。零二没有，零二，零二没有，四五没有，零四二九有吗？零四二九零九零三二四，二十有，哦二十四有，有二十四有，看，哎这个好玩哎，这是什么？那对奖很多，零五有。一九二一三三三八，一九二一三三三八，没有。一九二一什么什么？三七零八一一，一一有。一个好像也没有用。三零零七三一，没有。感谢我们这道到底怎么这样？来，然后你的是买几号？从传统的来，加油！全部刮开，我们再来慢慢做。看好了，我就不买，再买一张。来，第一个十号。嗯，回来了。嗯。十号。十号没有。三三三二。三三三二。没有。十七三七。这么。没有，二九，二四，二四有，哪里？这里，这里，四二有吗？你要对中两个吗？四二没有，猜，零四，一四，一四有，二十有，啊，你中了，有，对，是吗？好像是。哦，这个真的很好玩。零六四三三四零五，零五好像有。零五有。零六呢？四十三跟三十四。三四有。有太夸张了。四三呢？四三有吗？干部。没有。四一了。零六有吗？没有。零六干部，零五了。不夸张。哦，过来。零九。零九三零。干部。没。二八四四零七。二八四四零七有，零三二一，有，四三二六零八，二六有，二六先换，那零八嘞？零八没有，零一三一二二，二有二二画起来，那能画就光那么画，那我有啦，你画就对我有看到。然后十二也有，十二画起来，四一也有，啊，可恶，差一个，差一个就中一万了，确定没有吗？确定没有二七？对象，二零，对啊，没错，十二，所以这样一千哎，好险。